这样，然后手法。你再拉前后再多走两趟，你还没一分钟哎。前后再多走两趟。对。哎，对，可以。因为要显示它灯光在脸上变化的效果，因为等于说它会侦测现场，用 AI 的侦测，它会在模拟那个桌面嘛，跟模拟那个现场灯光，所以它的光的源的方向是针对现场实际的产生的光源。然后按结束就可以。看这个。哎，对。哎，录音。哎，他怎么又录音？